欢迎来到知道宝的吃鸡小课堂，今天为你们带来海岛 2.0 的最新上房技巧。首先是假车库，我们现在只需要将后门打开，然后对着它点击两下跳跃，这样就能站到门上来。接着从这个围栏直接翻越，就能来到假车库的二楼了。这个技巧在公楼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用的。接下来是迷宫楼，我们只需要后跳到围栏上，然后移动到最边缘。如果你开启第一人称，可以看到脚是悬空的样子，这时候点击跳跃就能触发攀爬，直接来到房顶了。至于带两个阳台的海景房，你可以在阳台直接后跳，然后慢慢移动，直到正对房门，接着就可以直接爬上去了。你也可以直接对着门爬，这也是能直接上来的，并且更方便快捷。如果门被打坏了，你一样可以先后跳到栏杆，然后移动到一侧的护栏，不断点击跳跃，这样也是能触发攀爬上来的。最后是旋转楼，我们可以直接从三楼的第三个窗户翻出去。来到这个屋檐之后，把摇杆往左前方拉，然后点击跳跃，找准时机抓住角落，这样就能爬上来了。然后爬上这个台阶，接下来一翻就能到屋顶了。当然，从屋檐跳过去的时候能不能抓得住是一个问题，这一步是最难的。那么有的同学问了，既然这么难，那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？当然有，我们先来到二楼的阳台，后跳到栏杆上，接着再侧跳一下，然后就能直接爬上来了。靠，这人就很过分，好吧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我是 Z 豆宝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